哥，坐下，我坐着呢，你不要坐这么远啊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拥抱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哦，两个都不完全没动，两个都完全。他那个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对对对，暂停，暂停，不要弄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不要弄他，他 OK， 他对我，我也不好意思啊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来，炸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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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啥？夸我？夸夸鸡干嘛？麻辣花生，麻辣花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夸我？我也做过，我也做过音乐。绿茶，绿茶，哎，对，大爷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绿茶够了，绿茶好，绿茶好，绿茶好。我喝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，我觉得嘉儿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做音乐特别特别靠谱。因为我觉得全世界来说，现在你被低估了，你被全世界的音乐所低估了。你应该全世界跟什么那些人都同样级别、世界级的歌手、歌星，都应该是你，不容易，真的是。其实你的音乐。值得更多全世界乃至更多人的喜欢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到了，好大，好到我了，我叫你了，花生米，花生米。炸鸡，炸鸡。哎，我这，你一直以来吃的东西都非常不健康。哎。对，你不可以这样对自己啊！你心疼他是吗？我心疼你，你因为我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，哦、然后我们可以到老年呢也可以见，对，可以见呢、啊。对，我希望弟弟可以照顾你。哇，有用有用有，就是说你要照顾我。对啊，就是我到你，我想我们老了之后这么能吃花生的时候，你能喂我什么？喂你喝绿茶，喂你吃炸鸡。我都老了，你还喂我吃炸鸡啊？不要讨论，不行，不要讨论，不要讨论。嘉儿，我要夸你，我要夸你，我要夸你，夸你哥，夸你，夸你。你是舞蹈特别，你是音乐里面的传奇哥。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我喜欢听那句啊。接着夸我音乐，全世界的人都想买你的演唱会票，但是为什么买不到？因为没办呀、啊，因为没办呀、啊，没办呀、啊。没办，你不能买票，只有办了才能买票。